公元873年，唐王朝的第十八代皇帝李轩登基。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将国家大事托付于宦官阿富田令孜，整日沉溺于嬉戏贪乐之中。行将覆灭的唐王朝，国有九破而无一成，人有五去而无一归，天下百姓哀嚎于道路，逃窜于山泽。公元874年，史称皇朝之乱的农民起义在中原爆发。有人吗？俺爹在长安，俺娘在屋里呢。只好忍一忍了。娘，对，洛生，快把门插上。忍一下。他中箭了，一定跑不远，跟我搜。是。娘，官兵朝咱这儿来了。洛生，快把先生扶进屋。快。我朝王北，王上无论。开门，快开门。
我们家三代行医，悬壶济世，有药味儿很正常。啊，不信，你闻闻。报告中军，方才邓州发来急报，皇朝放出少数人马调虎离山，先正猛攻邓州，中计了。撤！之罪呀，刘大人，你要三思啊！你是我朝廷俸禄，你我朝廷相迎，难道就这样苟且的活着呀？朝廷如此的昏恶，怎能愿百姓揭竿而起呀？刘大人，是谁？谁在替皇朝说话？你。田烈子，一条祸国殃民的狗，身为谏臣，皇命就是秉公而言，岂能像你阳奉阴违，拿国策当儿戏？刘云章，你敢血口喷人？我血口喷人，但洛阳盐税一项，你敢公布于天下吗？加征盐税乃皇上钦定，用以军饷剿灭皇朝，莫非连皇上你也要过问？田令嗣，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难怪皇朝要造反。刘云章，你张口皇朝闭口皇朝，莫非你与他暗中勾结？宦官，田令嗣，你这个大唐的蛀虫，把刘疯子拉下去。蛀虫，宦官啊，大唐的蛀虫，蛀虫。
皇上，这么早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简要紧的说吧。黄河决口成灾，孟津已成泽国。什么？又水淹了？大批难民现正逃往南方。皇朝王仙芝会合，到处杀人放火，攻城掠地。昨日冒失，邓州已破。还有，严正成为众矢之的，说皇上加征盐税是劳民伤财。方才殿外有人公然叫骂朝廷，不加盐税，何来军饷？没有军饷，如何剿灭皇朝？愚昧无知，难道他们也成了浆糊脑子？没用的东西！早就有人谏言，说刘允章同情皇朝，我全然不信。却不想方才亲耳所闻。刘允章同情皇匪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皇上信得过刘允章，可刘允章的门徒你信得过吗？倘若他们私通皇匪，那大唐岂不是危如累卵？这刚给兵部那么多银子，都干什么吃了？给我杀，杀皇朝！夫人，坐。趁热把药喝了吧。多谢夫人。要不是夫人救我，老唐真不知道是何下场了。人于危难，相救是应该的。夫人留步。夫人，这几天一直打扰你们，这几两文银不成敬意，请你笑纳。郎中救人理所应当，银子你还是收起来吧。夫人，先生有话要说。外寇好遇，家贼难防。依阿父的意思是，我能有何主意？人老无用啊，不想再为朝廷的事触犯众怒，连死后都留不下好名声。阿父，是你把朕扶到龙位上的，你不能不管啊！你纵容刘允章，把我晾在一边，你叫我怎么管？从今往后，朝廷内外皆由阿父做主。臣遵旨。我知道夫人的丈夫是朝廷的监察御史，不日前离开长安，到洛阳去调查国盐漏税的要案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，夫人还是不知为好。夫人的救命之恩，我不能不报，故将国盐漏税的要委告诉夫人，请夫人一定代为转达。转达什么？国盐漏税一案，非同小可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盐场，他们沆瀣一气，通通作弊，光洛阳每年加收盐税一项，就要克扣上千万两白银。然后他们坐地分赃，中饱私囊。洛阳勾使过松山，更是手段阴险。谁要是胆敢查处举报，他就让他们死无尸首，家破人亡。请夫人一定转达中汉，凭匹夫之力，难以改变世道。盐税大案，千万莫碰。以免杀身之祸殃及家人呢。莫非你是皇？被逼无奈，也想找条活人的正道。
既然夫人已经知道我是何人，那茂堂这就离开厉家，再不给厉家招惹是非了。爹，睡了吗？单身完整版高清精彩往期视频，一对一小女调教，线下同城约炮，一起来网吧。钟海，自那天听了武茂堂的话，我食不甘味，日夜不得安宁，想把他说的话转给夫君，想把为妻心中的担忧说给夫君。钟海，你何日才能回家？钟汉，老夫病情加重，每况愈下，托人给你捎信，为何音信全无？请夫人一定转达钟汉，凭匹夫之力难以改变世道，盐税大案千万莫碰，以免杀身之祸殃及家人呢。钟汉，此次命你前往洛阳办案，上要对得起朝廷，下要对得起黎民百姓，不可让言官贪赃枉法，让百姓流离失所，舍命难前。盐税一案，你尽管严查严办，纵然就是查到朝廷之上，有老夫这个项上人头替你担着。听说了，现在监察院正派人在洛阳查盐税底部，但不知是谁在查。好像有个叫李忠汉的。李忠汉，你认识此人？那个武茂堂在盐税账房多年，不知会不会留下什么纰漏，倘若连累田大人，你我无有半点退路可走。武茂堂果真投了皇朝啊。盐税的账房可曾安了我们的眼线？你尽管放心。还是说说日后的事吧。
钟汉兄。宋山兄，知道你来洛阳，我特地给你接风洗尘来了。来，请。好，请。请坐，请坐。啊。哎呀，这一转眼，快有十个年头没见过了。当年你我分手时的情节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啊。想起当年同科赶考，好似昨日的事情。嗯，是。哎，看看我身上这件坎儿，这还是当年汉兄送予我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舍不得穿，留在身边。那时家道贫寒，也只有这件坎儿拿得出手，以报松山兄的恩德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想起当年，倘若不是过家接济，我书都读不下来，更何谈考取功名。你我乃兄弟，此番客套之词不需再提，咱们今天就是好好的喝酒，我们呢要把十年的酒给一并补上。来，干。干。钟汉，为妻知道你和过松山曾为同科，而且过家有恩于你，但十年未见，人心叵测，倘若武茂堂的话全然当真，那夫君岂不是与虎谋皮？钟汉，为妻深知忠君报国的道理，不会阻拦你的一片赤诚，可夫君的安危又怎能不让为妻牵挂呢？钟汉，我还有公差在身，不能在你身边孝敬你老人家了。我没命，养个好儿，可有命，娶了个好儿媳呀。爹，嗯，洛生啊，煎草药呢？娘说要给爷爷熬枇杷膏。嗯，哎，来，起来。哦，嗯，啊，多日不见，你又长高了。娘说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哦，爹，我想跟你学打拳。娘说男人要文武双全。瞧你们爷儿俩，大半夜的了还瞎折腾。洛生，天不早了，
去爷爷屋里睡吧，娘和你爹有话要讲。爹。怎么不听娘话了？夫人啊，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吧。五茂堂，他是一片好心才让我转达于你。他是皇朝的人。武先生的额头没有写着皇字，我只当他的话有用才说给你听的。在洛阳盐行，武茂堂小有名气，他从过军，当过盐行的掌柜，后被果松山看中，做了盐税的管账先生。据说和果松山有了过节，一气之下便投奔了皇朝。难怪他对盐税案知根打底。盐税案是的，可再大也难覆大唐的天下。我和郭松山虽然十年未见，但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松山不是这种人。吴茂堂的话我不信。不信。仲涵，世道我不清楚，药道却略知一二。甘草在黄连水中泡久了也会苦的。吴茂堂虽从了皇朝，可与咱们无冤无仇，他的话你至少可以听一听。也罢，你我相争又有何用？夫人，你憔悴了好多。我知道夫人是一片苦心。一个郎中世家的千金，嫁到我这等贫贱民家，后悔了吧？若有下辈子，我还嫁你。你来看，郭松山，郭松山，郭松山，还有，大人你看，郭松山，郭松山，大人你看，后边还是他。世道我不清楚，药道却略知一二。甘草在黄连水中泡久了，也会苦的，也会苦的，也会苦的。良莠不为伍，冒凡图弥苦。举手问大唐，何将蛀虫除？不为伍。
出事了。查出盐税账本了？嗯。这个五茂堂还是背着我做了手脚。这门卷宗一旦落入厉中汉的手里，整个洛阳盐税案就会大白天下，连田令孜田大人也要被卷进去。我郭松山的死期快到了，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毙。大人，大人果真要去勾市？查出郭松山刚刚开了个头。郭松山在勾市经营多年，盘根错节，倘若发生意外，案件难清不说，大人的安危……这倒没什么，小心处置便是。大人，大人。这个郭松山又耍什么把戏？燕子，拿这封信回勾市，就和昨天一样。明白，大人。大人，勾市要出事，你去一趟，见机行事，小心点。是，不要再惹出麻烦来。明白，遵命，大人。饶了他吧，爷！爷救他们！郡爷，饶了他吧！谁敢闹事，放开我！敢通匪论祖，格杀勿论！求求你了，郡爷！求求你了！求求你了！郡爷，求求你了！走，快走！你躲开！天柱，天柱，别招惹是非了！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？爹，横竖都是一死，与其这样活活饿死，还不如去投靠皇朝。田柱，朝廷的公堂上长不出庄稼来，皇朝的马背上就能长出粮食吗？田柱，听爹一句话好吗？爹，
你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，大伯呀、啊，你让侄儿长得好苦啊！快起来吧。快说说，我那本家的堂兄弟是怎么死的？我爹他是病死的。大伯，现在只有你能给我指条明路了。我一个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连自家的事都管不了，上哪管得了你呀、啊？大伯，吃喝能供几天？哎呀，先住下吧。爹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亲爹。爹。你们两个在巷子里等我。是，是。哎，这位老板，您是随便看看，还是要做生意？哎，啊，其实做不做生意不重要，啊，哎，去上座，喝杯热茶，啊。怎么不见阙老板？老板不在，有什么事啊？您告诉我，我定会转告老板。谁在找我呀？哎，这就是我们老板。哟，这不是朝廷的监察御史厉中汉厉大人吗？阙老板，厉大人是京官啊，跑到这僻静远乡我这清水小店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有件事想跟阙老板谈谈。嗯，本该为厉大人接风洗尘的，一点茶水钱，请大人笑纳一点心意。我先收下，谢过阙老板。哎，咱们都是道中人，用不着客气。你我道不相同。清水岩殿过松山体，你这清水岩殿果然水很清啊。阙老板，我在河边酒馆摆了两样小菜，阙老板可否赏光？花你的钱。足够的证据，我是不会找你阙老板的。洛阳盐税大案，朝廷下令严办，不管贪官污吏还是非法商贩，一经查出绝不轻饶，尤其是那些夹在官商之间的掮客，他们背靠官场以权经商，哄抬盐价，克扣百姓，而后坐地分赃，把一条利国利民的盐道变成了贪赃枉法的黑道。不杀这等铸石大唐的虫蚁，何以平民愤？何以救大唐？李大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！ 我本是贩盐的盐商，单跑河东盐场。实话告诉大人吧，我曾经和皇朝贩了三年粗盐，后来我跟了过松山，改做官盐生意。你认识皇朝？不，自从来到寇氏以后，便与他断了交往，无有半点瓜葛呀。那你怎么认识的过松山？他是个食肉不吐骨头的狼。李大人，
我跟你说，那年。啊！